对，俺老没这么说，俺估计那就，俺估计是，俺昨天后天再见，啊，大家晚安。父亲啊！所以呢，你这些人都不定，啊，然后又没碰到鬼呀，啊，不定碰到鬼翻了，啊，都没这些，那这个后面的老想跟这个人，这些是的，好，这是权贵，谁行这是权贵，一心掌握这个位置，那掌握了东西，哦，这是实心的哦，这我们不在乎，他不一切，不管你很便宜。啊，这浙小店对不对？一些人为了贡献，你们记得首先把这个给他给他们说清楚，对吧？但是古店是要你店主方面，哪不记得名？一些在古外头，你怎么把这事给他？干贡献是啊，所以他会说会想多天的哈，他马上下来说，啊，委屈的人受了，他别他，委屈的人受了哈。啊，对，记得介绍，谢谢大家。好，收工好了。是啊，对啊，对啊。所以呢，你家啊，跟各位啊是很好。那希望我们跟各位啊，那介绍啊都行。那就是给他们哦，引起的会议啊，双方搞到一起去。啊，那介绍那个游戏的这个啊，作为他们。那因为年纪方面，啊，咱已经各位已经出了吼，咱公告啊，这个情分吼，那今天公告是八分，那因为比较清分是十八分，应该是参考，我参加社团啊，这半天，为了弄他，我想办稍微变好，啊，所以其他人他掉，那对吧？啊，其实那咱们这个班。加差，啊！你们看，啊，金工金这个班，那是讲足钱，咱们听这个班，其实你讲，这个班，这个法，你若要真正经过，哦，经过迄个智慧，咱真正要去了解佛的这个修持的法门，嘛真正困难啦。这是咱我个人一个感受啦。那你们今天？讲到这个二十八分的内底当中，后壁可能嘛剩四五分尔吼，咱三十几分就结束。啊，咱头下面有有一部金光片讲会头，啊，数会今天哦，你想来做话金啊，讲还是来讲会头吼。啊，一坐金片讲会头，做一间金光片，啊，我哩会金公司解决头。啊，可能你咧爱笑，但是唔会头，因为咱各位建议。啊，我无去啦，啊，菜果品啊，无加强吼，啊，大家恁做我的迄个啊，迄、那个啊，委屈的听众啦吼，啊，虽然讲今日咱讲的是比较好，比较娱乐啊，但是咱嘛真正咱烹调吼，啊，所以可能话，金黄金的这种，咱学习，咱研究吼，这嘛是非常的高分啦吼，那因为今日。讲到七分，就是二十八分。那当然，咱头过去不敢讲，因为讲对二十四分来，就开始讲哦，伊了个庆祝，已经今年了吼，叫做福田牛逼分，诶，二十四分的开始讲庆祝。那讲到七分，是安尼讲到叫做不修不谈分。当然，不修不谈分，就是讲第一分。有阵时，伊用古的经典；有阵时，敢若用着一句足简单的名词、足浅的名词，来甲证明着讲，迄个足深的意义，迄足深的意义。啊，所以呢，因为当时，迄个了江门派出所，伊嘛是用着一个真简单的名词，为了叫不的意思嘛，翻出来，敢若讲起来讲，好伊的经典，啊，拢要复杂化去。
安尼。啊，因为咱进前二十七分咱就讲到，因为佛就是讲苦有不离的苦因，二十六分一相，二十六分一相，甲你讲着空空无义。二十七分落来就开始讲有为无义，所以咧，你进前一出，啊，少点一分，啊，我讲啊，我啊，讲一解。那么，甲甲咱讲到啊，正清楚哦。因为啊，互咱了解讲，因为咱修着无上正定正觉即块，嘛未使执念空，嘛未使执念有。所以，因处理这个一年内底当中，互咱了解，不能得利，确实是空有不离的道理。空离有中，啊有离空中。哦，啊因为空空未使有有，啊有未使有空，这是道理啦哦。啊，讲到这个二十八分的内底当中，伊就应该讲，离本文啊，离本文当中，伊这不简单啦吼，啊，离本文，咱先来读一遍吼。不修不贪分二十八。不修不贪分的二十八。是我的。如何的？若菩萨依满行河沙，定悉达世界七宝。若菩萨依满平和沙顶世界七宝，慈用布施，若有有人，一切法无我，必行不入。诸菩萨圣贤菩萨所得功德。我伫做呢，我伫知一切法无我，得成无入。这段话是上个重点的，哦，伊咧讲这段话是重点。不过呢，因为伊这段话啊，咱佛早有讲过吼，这是哦，自性无处的道理啦。好、哦，自性，咱佛过去常讲一句话，因为有一种人，哦，就是。会看阿心乱，耳听心烦。一种人就是眼不见，阿心不乱；耳不听，阿心不烦。搁一种人就是眼见，心不乱；耳听，心不烦。啊，伊讲到这个意境，就是讲叫做眼见，眼见叫做主修；眼见心不乱叫做无主；耳听心不烦叫做哪？叫做主修无主。哦，啊，因为伊叫做做，你唔是讲做，就是讲有你想着个内底当中无执着，甲你讲个是啊。所以呢，伊无讲伊哩，你想着个内底，伊无唔免得去做一个罗片，不要去闪避，啊，嘛免得去消灭这个物件。咱过去想讲就是故事，哦，这个故事过去，咱前辈上嘛拢听着，故事非常俗话，叫三日万岁个故事。我去到河边看水，这个沙弥看到一个哦一丝不挂的女孩子，河边那些打那些神风，水边过来看一个，这个沙弥啊，哇，很厉害了吼，很厉害，好好长得。所以你这当中呢，伊哩书啊是讲，伊话这沙弥形象最好，你要得到好的，他一个书碑，哦，他书碑去，看一个囡仔读字啊。啊，看一天，啊一个，哦，这个高年级的小媳妇，抓走伊这个树仔边，用那双看哪里看是对的吼，看是对的。第二个，我这个书本太高深了，吼，伊讲讲，你去看这个，这个第二个，这个高深了，高深了，伊看了看就讲，啊一个他弟弟，啊一个妹妹，啊一个看哪，看对迄个时阵啊，迄个边边的讲一个高年级的小媳妇。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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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么的，所以师父说啊，拜这三个佛的，师的亲戚称嘛，一个胖弟啊，一个弟弟啊，一个阿弥陀佛，师父一块给他帮他，最宽的方格，师父看坏的那个庄严的，那个光明的事情，但是一看到那个叫做主心，但是这个叫做无主。因为伊个法界就是讲完全自性无，我发了一切法，
我知影你清白，但是我心是清净，我无在你我的思想中，佮生一个杂串，佮生一个小串，咱明明明白讲，地界也地是大，叫做无明佛，地界叫做佛的地界，你个人就地界叫做无明佛。所以咱过去常讲，彼得·杜拉克在讲古了，伊讲做对的事比把事做对更加重要。我过去就讲，做对的事比把事做好更加重要。把彼得·杜拉克这句讲了到底吼，咱大家听下他正话啊。做对的事比把事做对更加重要，而且有些无学生，那是真正无学生。比人家讲做对的事叫做效率，把事做对叫做效率，那有学生，那安尼传给人家就了解了嘛。做对的事就是我直接做下去就是对，但是要把事情做对的那目的放在这边。你敢听？都母亲分担做对啦，啊，我随做人一届就对啦，唔免着做母亲分担对。啊，我迄个好人就是要得到好果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好人到母亲分担好人，到你变好果，那是好果，那就来好果，那就来。懂了吗？效果就比较重要，所以做对的事比把事做好要重要。我们昨天在问爸爸，你喜欢做对的事，啊，比把事情做好要重要。啊，既然点到茶了，我是怎样？你个放心，若要讲这个问题吼，你讲出来，有阵时啊，人安那，人来讲啊，黄志明，迄个都，都彼得多拉克同你讲啊，那是听讲安尼，哦，所以呢，因为事实，咱有阵时一句话，咱若要去弄清楚，说，圣人在讲个复杂个代志，要讲重要个摊话，就是讲这个，其实咱唔捌迄个情。哦，啊，咱都无法度去甲了解迄个物件，所以咱变成人讲啊，啊，我到底是咧讲，是咧讲重要个代志，伊是伊袂讲，是咱无法度听出个个观念，咱无法去定，所以讲这，所以今日，哦，因为伊就是讲